佛教智慧故事。有智则无贪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森林里有一只孔雀王，他的身边有500只雌孔雀陪伴，生活得逍遥自在。但是孔雀王并不满足，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只长得十分漂亮的青雀。什么地方？王后您好。你是？我是森林里的孔雀王，特来向王后敬献能治百病的仙果。它真的能治好我的病？孔雀王，你又做噩梦了。臣妾梦到一只孔雀王，他说能治好臣妾的病。传令下去，谁能捉到孔雀王，寡人赏赐百金美女。我去为你取来。请稍等。整座山的黄金，谁稀罕？抓到了你，国王会赏赐我200两黄金，还会赐美女与我为妻。仁慈的大王，请听我说，我可以治好王后的病，请您让人拿一盆水来，我念过咒语后，这盆水就能变成医治百病的药水。快拿水来。要把那里看杀到阎王了。请您让王后服用吧。喝了它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神水，这可真是神水呀！大王，微臣的母亲病入膏肓，请大王赐些神水给我。拿去吧，把这些神水送给需要的人。百姓们听闻神水的消息后，便纷纷涌向王宫，祈求国王赏赐神水。百姓们都想要神水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王，您不如把我送去湖边，我让湖水变成神水不就行了？好主意。但您要是逃跑了怎么办？您准备一块木板，在木板上钉一个铁环，把我的脚用铁链系在铁环上，就不怕我飞走了。就这么办。我能说话了，我能听见声音了，我能看见了。
王的脚怎么被铁链绑着？让我来。启禀大王，孔雀王逃跑了。孔雀王，你回来了。我这次前来是想告诉大王，世上有三个最傻的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抓我的猎人，还有一个就是大王您。寡人不懂。我有500个美丽的妻子，个个对我恭敬柔顺，忠心耿耿，但我却为了一只寻常的青雀而抛弃他们，更因为讨好青雀而被抓，所以我是第一个傻瓜。那猎人，他抓到我以后，我答应送他一座金山，但他却为了区区百两黄金和大王您许给他的女人舍弃了这座金山，所以他是第二个傻瓜。那寡人，您得到我这样的神医，应该把我像宝贝一样关在宫中，但你却让我在湖中独住，没有看管，以致百姓解开了绑在我脚上的铁链，让我得以自由，所以你是第三个傻瓜。告辞了。抓住他，快给寡人抓住他。佛遗教经上说，若有智慧则无贪着，常自省察，不令有失，是则于我法中能得解脱。人们对美色的诱惑，从现代的道德观念来看，自有其约束力。现代人较为困难的是对物欲的追求，我们对生活的种种欲求，在没获得的时候，不要存着过分的奢望，不要在得失之间产生无谓的失落感，因为痛苦便是来自于过分贪求的失落。如果顺利得到时，内心要感到满足与感恩，这就是世尊教导我们少欲知足的意义。Namo Amida Phật.
样。